冬会旺季就要到了，喜欢拿纪念品的小股东，事前功课可得先做好。苹果财经帮你调查了，今年这个东西非拿不可，就是华南厅送的市价1980元 3D 微雕媒体按摩器，有质感又实用。让你美美的还有这个去年价值680元的新产品保湿润唇膏。我朋友他们讨论蛮多的，就是中钢啊，比较实用，他们蛮喜欢的。吴友圈讨论度最高的正是中钢纪念品，今年的二折自动伞采用缤纷铃兰伞面，结合台湾黑熊的设计，很卡哇伊耶。中钢备货50万把，还蓄势追加，一定要让股东人人拿得到。那种保温杯啦，像雨伞啦，也都是蛮实用的。比较实用的，像手电筒或者是保温杯，主妇们就是爱实用的。今年大同送保温杯，永丰金送烫锅，网红的月光米，普丰的鸡肉松，华邦店的抗菌香皂，宏基送的手提袋，都很实用，受欢迎。股东其实不管你的股权大或小，其实你还是会有股东纪念品一份，你要主动去申请开会通知单，申请后你当然就可以出席了。领股达人小富爸有提醒，买领股也能领纪念品哦，这技巧快学起来吧。财经中心台北报道。